Jupin. Kong Wenge. ほう、これが本場の中国青年チャクラバ。全員チャイナの官府で抹殺されたのかね。ランニングだよ、きっと。へ、なんちゅう練習メニューだそりゃ。これいい台使ってるな。このペンもさ、ほれ。Eラバー貼ってんよ。大した実力もね、くせによ。カーボン入ってんし。ウェンガもいないみたいだから、帰ろうよ。え?冗談だろ。 听见没有？嗯，削球技术不错呀。不过打快攻的占优势。而且还有速度。嗯，快攻那个打得很生硬啊，不如削球的。嗯，削球的也招架得够吃力的，快攻那个感觉轻灵有力。有点不对，快攻是很快。 但破绽也很多啊，削球手在故意让球呢。为什么？我哪知道，日本人喜欢呗。不说了，进去瞧瞧。别打了。 再这么打下去会成习惯的，戴眼镜的。China的，全力以赴，那才叫尊重对手。つまり彼が言うには。不用翻译了，教练。戴眼镜的听得懂我说什么，对吧？你好。我来打。本が打ちたいそうだ。你来学一下我的球。谢谢。不是你，文哥。 你去跟他打一下呗。ひょえ。だ。緩急ありすぎ。おい。だ。よく曲がるね。スピードあるし。これが中国4000年のスーパードライブってか。了解了解。 来た！中国4000年。たら？沈むドライブもあんのかい？じゃあ今度はもっと下目で。 上天要惩罚我吗？すっげえ回転、これはかぶせて当ててくっきゃねえか。被赶出了一流团队，竟然要流放到这群连后补都不如的废物里。真是地狱啊！生长在乒乓球王国的我，熬过了多少多少血泪般的训练，做出了成绩。 养活了家人，就因为犯了这么一点点的小错，沦落到你反手无力、正手不精、脚步松散、反应迟钝，没一个动作像样的，就你还想跟我同台较量吗？做你的美梦，为什么要来到这么个边远的小岛国？要让你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弱小，多么的无能！ 11ラブ、マッチ2、ゴン選手。スコンクで負けた。
けると泣くの悪い癖だよ。帰ろ、ペコ。你也太狠了吧。这就是现实。さあ立って、ほら。等一下，眼镜。没干那的功。该你展示一下血球了吧。今は君に関心があるんだ。相手をしてやってくれないか。どうせ負けますから。他说反正要输，不打了。谁输啊？那个眼镜完全没有斗志，也没有一个好的教练告诉他，可悲啊。不过像我这样有自信没才能的人才真正可悲呢。文哥，行了，练习去吧。有这样的高手在，总算是有点欣慰吧。